隐蔽。帮团，这此处也没有什么掩体啊，好像没法隐蔽吧？我看前面也没什么路了，要不然咱们往南边撤。好，撤！弟兄们，往南边撤！走，走。花儿，你带他们先走，我在这里牵扯他们。好嘞。胡总，枪给我。 说吧，叔叔，你别嫌我唠叨。咱们这药是一点都没有，咱们就是个军医，咱们你又想走是吧？咱们在这待着有什么意义呀？你不是讲求什么人道主义吗？你要真讲人道主义，你舍得那些伤员，扔下他们不管吗？你讲人道主义，那你得活着才有资格讲这个人道主义，对不对呢？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啊？我很理智，你要真为我好，就留下来。 别忘了，我们是医生，是护士，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。咱们干的是一份高尚的工作，同时我也希望我们能有一颗高尚的心。你拿什么救死扶伤啊你？我。 通马里，通马里。
团长，你醒了！出去赶紧找水去！哎，马上啊！哎，陈护士，陈护士，团长醒了！Tomal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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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male。哎，这还是个日本奸细！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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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！别误会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！我不是日本人，我是中国人。 哎，这个小鬼子还会说中国话了。我就是中国人，我板凳宽，扁担长，扁担详绑在了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。你说这日本人会说这个吗？哎，这个小鬼子还会念诗嘞。啊？这是诗吗？行，就算你不是日本人。 看你这样也像逃兵，我告诉你，我萧大可就恨逃兵。你要老老实实交代，要不然我就……别别别别别，我不是逃兵。哎呦，我是来这找水的。有水吗？水？谁有水啊？有吗？都没水了，这怎么办啊？找水的？是，我就是个军医。 我们那伤员特别的多，这一天一夜都没喝了水了，这嗓子都冒烟了。那边，那边，带回去，老老实实的，要不然找死。好，好，好的，好的。打上水，兄弟们，走。走，走，走。团长，你稍等啊，你去找水去啊。 站住！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汤俊武。汤俊武，汤俊义。哎，你照顾一下汪团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跑哪儿去了你？我去找水去了。找水？我现在这不是找来了吗？哎呦，汤俊义，你可真是及时雨啊！我们正缺水呢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 你找水，你也跟大家伙说一声啊！你知道我们大家伙多替他担心呢。是，我这不当时也太着急了，这没顾得过来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啊，哎，您怎么称呼来着？国民革命军八十三军幺五六师上尉营长萧大可。路上遇到这个汤俊义，说是找水，就一起来了。是，就过来了。哎，去看看那个汪团长，去，去，去看看。哎，请，请。 决定往哪儿撤？啊？南京啊！你们确定？啊，那当然了，我们这些人还可以参加南京保卫战呢。哼，就凭你们这些残兵败将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们咋的？南京，南京早他妈失陷了！ 听见没有？南京沦陷了！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个仗啊，不定打到什么时候去了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呀，跟我回老家，我们家那是山区，日本人一时半会儿打不进去。咱不要看眼前这些伤兵了，只要咱们俩能好好的活着，将来能救更多更多的伤兵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 问你话呢？啊！哎呦，我刚跟你说那些话你没听见呀？你哎，有了！啊！哎，我哎，那个，你到底听见了没有？你们到底想怎么着？是，你可以当这个救苦救难的菩萨。什么菩萨呀？哎呀，你跟我来吧，走！啊！哎哎，田中军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对南京的会战，而是让我们去江海镇这个地方？军部的命令，我也不明白。 那要不要请示一下玉田将军，询问一下这次命令的用意呢？藤野君，这是你该问的吗？
你我不是大和民族最忠诚的勇士，必须毫无条件的执行命令。嘿，哎，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。玄护士，您说吧。南京沦陷了，我们也去不成了。大家伙儿是想就地解散，在这等着被小鬼子一个个的抓起来枪毙呢？ 还是愿意跟小鬼子宣战到底？当然，宣战到底了。训练到底啊！训练到底，再训练到底。好，说得好。可是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国军各个部队的，就像一盘散沙一样，要想进退有据、同生共死，那就得先统一号令。啊，陈护士，你的意思是咱们选出一个头，带着咱干，对不？对。 鸟无头不飞，就算是一群绵羊，那也得有个领头羊吧？行啊，这雪汪团长呗。汪团长有勇有谋，是个最好的人选。可是，他现在这个状态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他不可能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啊。军队里以长官的意志为意志，谁军衔大就听谁的。对，有道理。好，我是中尉连副。 我中尉，上尉营长肖大可。呀，这除了汪团长，就没有一个校级军官？有啊，中校军官汤进国，汤大夫。哎，我可不能算，我不算，我没拿过枪，我也不会打仗，我就是个大夫，我就是军医。军医那你还说中校？ 只要是军官，那就算数。哎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汤军医救过我们的命，我们用过汤军医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你们，我可不能算，我怎么能算这里面？哎呦，疯了，什么不能算呢？你们大伙儿真的相信这位郎中？大哥学识渊博，见识都在我们之上，我觉得就大哥了。 敢问这位汤军医，练过兵、打过仗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你杀过人吗？哦，我没杀人，我是救人的，我不杀人。人汤军医虽然不会开枪，但人家机智果敢的是帅才呀！我支持他当了指挥官。机智果敢？据我所知，这位胆大包天的汤军医，不过是一个逃兵。 逃兵？说什么呢？逃兵？这逃兵可是掉脑袋的事儿，你是逃兵吗？我你是吗？你是吗？我当然不是逃兵，我。对呀，他当然不是逃兵了。那个肖营长，咱们这样好不好？咱们呀，这样吧，咱们民主选举，好吧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行不行？我同意。好，那同意老五的。 请举手。同意侯儒京的，请举手。同意肖营长的，请举手。好，现在我宣布。你宣布什么呀？还没给你投票呢。不是我，我不能算我。你是中校。哎哎，等等啊！ 大家投票之前，我有句话要说，你们别忘了，是谁救的你们？这一路上还需要谁帮你们治伤？哎，那大家投票表决吧。我也同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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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好吧。 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我就少数服从多数。肖大可服从最高长官的指挥。不过，我把丑话说在前头。你汤军医要是陷害我这些兄弟于不义，我第一个反对你。哎，你看，是众望所归，赶紧的宣誓就职吧。我说什么呀？我。对，汤军医，讲两句，讲两句。 杨老师吧，对，说呀，鼓舞人心的话就行。那好，那我说两句。那个，
蒙众位弟兄抬爱啊，选举我当这个团长啊！哎，但是有一句话我要事先说明，我汤敬武啊，就是个军医，只会拿听诊器、拿手术刀，我可没拿过枪，也没打过仗啊。等汪团长痊愈了，我还要把权力转移过去啊，这只是暂时的代理啊。我同意。 将军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往东边有追兵，往西边是南京，但是南京已经是陷了。往南的话，苏南最富庶，日本肯定会派重兵压守。哎，那咱们就往苏北逃跑吧。跑可跑呀！听的是长官，你说撤退。往苏北撤退！哎，往苏北撤退！ 兄弟们，咱就往苏北撤退。総理局以拉下一度，无联系的，都坐。陸軍部電報届いた。緩和は言いません。正直に言う、戦進を止め、潮流南津。 江海军の攻撃を止めなさい。なぜか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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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地图，连长给。 火起劫，世外桃源啊！哎，老五，嗯，这什么地儿啊？江海河。哎，这在哪地图上？ここに宝物がある。価値が計り知れない。我々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二艘を作る。よし。もう贈り物として我が国に宝物は江海城にある。 銃撃戦を起こすと、すべて灰になる。そうか。翼太君、お前台湾からここに参謀長に任命。お前ただの軍人じゃない。政治家でもある。他叫什么名字呢？咱们这段时间东奔西跑，太狼狈了。能有这么个地儿落脚，这就不容易了。咱们进镇吧。 先派人去打探一下吧。郝将，咱们现在真扎真打，不用，唐大哥。要是有日本人的话，早就鸡犬不宁了。说的也是。进镇，走。不用害怕啊，保安团都是一帮饭桶，只有那严三儿枪法还不错。待会儿你们只管抢，严三儿我来对付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三弟。啊。 大哥的年岁不小了，听说胡会长家的千金大小姐长得很漂亮，我想把她保到狼山，以后咱们家不就有后了吗？我还惦记着，既然大哥惦记，就依大哥了。嘿，好兄弟，胡会长，胡会长，哎，胡会长，胡会长，有人！ 竟敢闯到咱们的镇子上来了！这里又不是军事重地，来人上镇子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他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呐！这手里还拿着枪。日本人来的这么快啊？不，不是日本人，我瞅见了。 哎呀，别提了，他们的串的呀，就跟那个叫花子似的。把你的保安队集合起来，我出去瞧瞧。哎。 哎，老乡！哎哎哎，老乡！哎哎哎，老乡！哎。
么来着？这女儿国呀，这是。这里是江海镇，不是女儿国。你们是？我是燕三儿，保安队的队长。这位是江海镇商会会长胡德普，胡老爷。哟，胡老爷啊，久仰久仰久仰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指挥官汤中校。是，在下姓汤，国军中校军医。汤军爷，你带着国军弟兄到江海镇所作何为啊？是这样，国军啊，上海一役受挫，这不退下来不少的伤兵，我们呀打算借贵宝地小住十日，待将来痊愈再赶往沙场杀敌报国。是啊，请您行个方便吧。你们没有打得过日本人呐？哎，那个胡会长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嘛。常言道，那个卷土重来，未知何嘛。就怕烟尘滚滚，来的都是日本人。听胡会长的意思，希望来的不是国军，而是日本人。干什么？想在江海镇这个地方撒野呀？哎，你们干什么的这是？啊？汤中校，国军的枪口应该对准日本人才是。是是是，胡会长说的对。放下！不光对着日本人，还对着汉奸。你说这是汉奸？放下！这位兄弟，好大的帽子！汉奸？谁是汉奸？那些不欢迎国军的中国人。你们能代表国军？小姐真好看，好看吗？嗯。闪开！你干嘛？闪开！小姐！你是谁？竟敢闯进姑奶奶的房间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可是来迎娶你的人呐！你这个流氓！是商会那边打架。大哥，过去看看。啊，去吧。郑三宝趁火在此！把郑三宝来了，赶紧隐蔽！江州！哎，快保护好伤员！大家隐蔽，快！伤员。大小姐要出嫁，总不能没有嫁妆吧？等到了狼山，找我岳父老泰山大人，把整个半条街的买卖都交给我这个好女婿打理。到时候你什么都有了。快点，手脚麻利点，老子等得不耐烦了。快！你个土匪混蛋，你不得好死！周五吧。一昼十年旺，你这个小美人啊，一看就有望不下。走，轻点，轻点啊！等等，轻点。哎呀，谢谢。你是国军侦察参谋吴广生，走。哎呦，轻点，兄弟，快点！
哎，明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怎么回事。商会找账房，指使跟进条，酬谢汤中校和他的弟兄们。是根紧条，胡会长，您是说十根紧条？怎么样，汤老弟先手？胡会长一看就是一个爽快的人，不过。我们的伤员颇多，伤势比较严重，需要药品治疗，还望胡会长大力支持，给予药品和住房的帮助。啊，是胡会长，我还准备啊，在这个镇上开一间诊所呢。是吗？还要开诊所？你还真把这里当成你们的家了，赖着不走了。袁成军。
小谷残敌，八旗进攻命令吧。我希望很快就可以拿下下海镇。哎，别这么心急嘛，派小谷部队前去侦察，查明到底是哪谷部队，战斗力如何，迅速汇报。江海镇是千年古镇，鱼米之乡，镇上人口众多。 要是日本人知道国军伤员在这里驻扎，恐怕是多有蹊跷。那个时候，万炮齐轰，万民涂炭，千年之繁华，势必毁于一旦。以胡会长之意，日本人来犯江海镇，定当举阵投降，以求苟活了。你这是贻误战机！ 这是命令。哎，我有个请求。讲，请允许我先进入江海镇。执行吧。爹，这些人都是抗敌的英雄，你要是不肯收留他们，我收留他们。你？更何况还有我的救命恩人呢。 至于给伤员治病的这些事儿，就交给商会的人处理吧。住处嘛，要实在不行，就去我们家后院住。物业先会给你们一些钱，你赶紧去把你们这身行头换了吧。你说这站出去，跟大街上的乞丐有什么两样啊？真是给堂堂正正的国军丢人。我是商会会长。是没错，你是会长。 可我是会长的女儿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钱。好，吴小姐仗义豪情，吴某十分佩服。我就代表我们国军的兄弟们给你敬礼。嘿，还真是第一次有人给我敬军礼呢。哎呀，这胡大小姐还真办点实事儿，真可以这地方哎。哎，你们四个。 赶紧过来，把唐伯伯一块收拾了。各位，你给我去打扫宿舍。嗯，好的。来，把香烟往那边抬，往那边来。快，来。正房的阳光族，单诊所和病房吧。这两侧的厢房，就做兵营。真是太感谢了，胡大小姐真是八面威风啊！对了。 你办公是不是要得有个地方啊？我是军医，这办公的地方就在我诊所就行了。你是军医？啊？你给人看病还是给狗看病啊？别把人治死了。吴大小姐此言就差一点，早晚有一天你能用上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唐军医，唐军医，有个战士，麻烦你过去看一眼。好嘞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一个女兵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下吧。 这位是陈静书，我们战地的陈护士。啊，您好。这位啊是胡大小姐，商会会长的女儿，就这地儿，这都是人家给咱们腾出来的。是吗？哎呀，那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们这些伤员就只能露宿街头了。嗨，说这话就太见外了。你们是抗日英雄吗？当然了，行，那咱们先去忙吧。哎，啊，对了，陈护士，你晚上住哪儿啊？ 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，你就上我那儿去住吧，没关系的。啊，您太客气了，我是一个护士，我还得照顾伤员呢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恢复还挺快，只要坚持换药，没几天就该痊愈了。这点小伤啊，没事儿。要是在战场上崩溃，我马上就上去。来来来，喝点水。 不过，还得感谢唐军医和陈护士的救命之恩。要说谢谢啊，咱们应该感谢胡大小姐。是啊，我们都遇到贵人了。对了，唐助教，我们是不是该西进找部队去归建了？好啊！哎，这些日子你别说，离见着伤兵，我这手啊，没做手术，这还真不适应。哎，就是。 要是归建的话，咱去哪儿啊？我可听说，咱们国军跟小日本那早就打乱套了。您看，嗯，
对了，你现在是弟兄们的头，你说这该怎么办？那个当初推举我当头的时候，咱们可说好了，一旦汪代团长您痊愈了，就得退出。大家推举出来的，他们信任你，服你，就我也愿意当你的参谋长。哎，万万不行，是确实不行啊！哎，您可千万别反悔，您要是反悔，这你们当初大伙这不合着伙骗我的吗？这哪是骗呢？这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是众望所归，大家民主选举出来的头，你不干也得干，干也得干，你说呢？我觉得您说的挺对的。就是。你就好人当到底吧。你搁这起什么哄呢？你在这儿，我怎么叫起哄啊？我这是说实话。你是属于少数吧？那少数就得服从多数。就是。咱有两个兄弟在大街上被保安团人给抓了。想打的出来，想打的出来，出来。严嫂，我们团长来了，喊带。唐中校嘛，唐中校，你们这俩小子这个胆子不小啊。他不仅仅偷东西，还企图早见别人的小媳妇儿。你们到底是国军呢还是狼山的土匪啊？哎，我们当然是国军了。国军丢人，国军能偷老百姓的这年货，就何止欺负老百姓女人？就是。哎，您先别着急，您是被欺负的，那是我的小儿媳妇。唐中校，一看这事儿，唐继武该怎么处置啊？哎，老王，你看，国有国法。部队有部队的纪律，他们两个是国军士兵，当然按军法处置。是啊，既然他们违反了军纪，那我们肯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我就站在这儿看，你们要袒护包贫，我就找胡会长说理去。对，找胡会长说理。哎，您别急，我现在就给您答复。这二位，关紧闭。唐中校，你还不明白？你们啊，也就是客军，我们才是剿海镇的主人。是啊，你们是人还是得陪着人民的禽兽啊？我们在这不答应，我们在这。哎，你们先别激动嘛。拉出去毙了！我们冤枉，我们真没把那小娘们怎么着。你还想说没怎么着？啊，你把他裤子都拽下来了，啊，这还叫他们怎么着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俩就是人渣！唐军医，唐军医，求求你说句话呀！唐军医，我们可是跟你上过战场、救过伤兵的。老王，这太严厉了吧？这个，你们打过日本人不假，立过功也不假，可是谁让你们去糟蹋老百姓了？啊！我们都有父母姐妹，我们是同胞同子，因他人之妻，就无异于因自己的姐妹，无异于亲生。冲着肖队长，你别看着了，这两个兄弟，这都是你的部下，他们都是从日本鬼子枪底下逃出来的，过了一回鬼门关了。你求求情啊你！这件事情，国法难容。我们在这不答应，我们在这不答应。团长，你快下命了吧，不然会引起民变的。什么？哥有开天的
人紧握，少了一个都寂寞。敢说敢做，我豪气绝不落。守护着我的国，心用血洗过，岂能再柔弱？怎像英雄大漠把头跑过，冲破命运枷锁。我们曾许下的承诺一直没变过，再苦再难都执着，就算生与死又如何，等到那一天笑看好山河。兄弟们跟紧我，再苦再难